Mario!好打低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等他们开始。哦。哦哦，选了一个很小的场地。Smash Field。哎呦哎呦哎呦！连续叠两次。对。哎呀，蒙多刚刚在那边有一，他好像想要做 Lead Trump， 不过那边 Paroka 没有中，没有中计。马里奥抢 Lead Trump 的那个手段真的是蛮方便的。对啊。我们都要用手动，他只要在披风转一圈就好。对。哎呀。对啊，蒙多贝斯现在就抓着那个 Kevin Falcon 那个frame 不太好的那个缺点往死里打。哎，这边选择阿 B 压出去，没有再从下面更好的想。哎呀，这边竟然直接中了一个 down smash， 我天！哎，飞分带对，哦，那成功把那个蒙多踢到另一边去了。哎呦，这边那个 Baker 被他 neutral 挡掉了哈。哇，蒙多现在都没有回到场上过。对啊，法罗卡真的很凶哦、喔，不让他落地哦、喔。哎呦，刚刚那个上古链。对啊。对。因为这个 Metal 来说的话，确实是那个 Mario 在攻势的密度上的话，会给 Falcon 蛮大的压力。毕竟是游戏里面近战最好的一个角色。会死。哎，这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对，场地很小，他那个确实丢了就死了，而且有怒气。哦、哎呀，停了一下。哦，哎，这边哦，超极限，极限的，那飞空大人极限。哦，哦，他刚才那边踩到那个之后，很果断，直接再接了一套，直接50%。哎呦哎呦，哇、哎、呀，啊，抓两次了，对，一定会被针对。对，蒙多绝对不会放过那个机会。哎呦。法罗卡刚才想要试着用 up tilt 会 spike 的那个特性，硬把蒙多先在低抛压下去了。因为他也知道，就是确实那个，哎呦，竟然直接裸放，都不是按错耶。可是如果是的话，如果他没有按错，真的很大胆。节奏很快。嗯，节奏很快。哎呦哎呦，这两个人拿兵都很简单。哎呀，哎，再滚过去之后选择后投。哎，接、哦、着好。哎呦，这个做很多。嗯。抓二分的动作，所以帕卢卡开始尝试冲。对对对对。这哎，漂亮漂亮，这非常漂亮，哇，直接漂亮一个 reverse H guard， 太厉害了，这反应神经，对，反应真的很快，对，就是对人物真的很熟的样子，那应该是 Mario 最想要游戏，不过现在这样直接被一个肩撞就死了，对，然后两边打得真的很接近。有机会看到第五场，有机会了，对吧？这边其实 Mario 不论是 Mario 和 Falcon， 只要有一个空档进去的话，对方都要吃下很多伤害。哎，这边是 Sub 的，哦，那个 New Sub New， 哎呦，哇，哎，哎呀，啊，啊，刚刚怎么了？他的那个 RB 回来的时候被阻断了，被一下阻断，然后就回不来。好吧。但我觉得刺激包了，那是结束。刚刚是有点，不能算意外还是太意外了。对啊对啊，很惊险。而且他那边没有跳了。对。他那个阿 B 那边，对啊。嗯。那香砂断掉真的很不幸啊！好，两人这边还是选择在这个小场地打哦。这个真的是最游戏里面最适合 boxing 的场地，因为它真的很小。
我很喜欢打近身战，就是这一关。哎呀，这边选择一个 jab 直接打在盾上，不过这是不安全的哈。Mono 就不会放过 punish 的机会了。场地队感觉这两个小子很极端了，我觉得很小，说实在很难跑，跑一下就对啊，对啊。可是我其实能理解为什么 Mono 想要选这个场地，因为就是 Mario 他就是 boxing 超强，对啊 ，boxing 超强的人物都很喜欢这个场地。就是你在那个三个格以内跟对方打肉搏战，不断就训练是三个格子之内，就近身直接抢快的话，哦，就抢快打肉搏。最后你过了安全的立位距离，你不是在 space 的时候，你就一直抢快，要压对方的时候，对吧？第一次听到的，对吧？我日本应该有个对应的术语，就忘记什么，对吧？对吧？可是就 Mario， 我知道 Mario 卖是普遍蛮喜欢这个场地，对吧？啊！没有跳 ！Oh my god！ 完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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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不该在场边乱跳，对，不该乱跳。他那个破绽，刚才那个掉出来之后，帕洛卡完全没有放掉。对啊，有反应。嗯，好，现在两个又一分。好，那个贝尔之后直接给 Aptil 把帕洛卡推到矮边，就帕洛卡上岸之后，上岸的反应很迅速。哦，又是 Aptil， 知道他要转身之后就直打大。对，刚刚好像是想要用披风扇过去之后再做一个什么危险的东西，我就是总是没有打到。蒙多刚才 cross up 之后，他竟然选择跳到他面前去，所以我就被 punish 了。哦，可怕 ！Oh my god！ 蒙卡真的已经很会抓那个下之类的。对啊，蒙多刚才那边选择用那个 air dodge 斜的往下用滚过去了，只是那边当 down smash 刚好 cover 了他两个路径。哎呀，这边想要抢，结果时机有一点尴尬吼。对，好像抢早了，对，好像抢早了。这边选择用 air dodge 回去，哇，这边用飞空 dive 直接爆。这一边蒙都变得很谨慎吼，对啊，这一命看他能不能赶快拿到，对吧、啊？不然的话两边都很危险。这个有，这个应该这个场地太小了，这个后头一定死了。好，这一边，蒙多刚才还好 ，Oh my god， 好险！蒙多刚才挨边的时候，他有往外 drift 哦，不然这次就要出去了。哎呀！哎呀，那 cross up 被蒙多抓到了。there， back air， 两次 back air。感觉有点奇怪的 wave landing。对，因为照理说 wave landing 应该很贴近地，因为他竟然是直接闪到他背过去。可是蒙多有打出优势。对，有打出优势来的。是上摔。我说作为一个很棒的东西，我真的。照理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放弃治疗，不要解了。蒙多说：“我才不放弃，我完全不放弃，我解给你看。我完全不放弃，我就是要解。”太厉害了。就可以看得出来蒙多的基本功，他防的没有真的是很非常的坚固哦，对吧？对啊，基本功我做的超确实。真可爱。啊，漂亮！上次那都是对，成功放出来收到了。对啊，上次。这增多的速度实在是太了……对，增多速度真的是有练。因为其实到那个 percent 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都那种绝望感说啊，就这样，我随便，对，我下命再努力，我随便转一下好了，大不了我被丢，我不一定会死。感受到蒙多想要获胜的那个，蒙多就说我不要，我就是要出去。太厉害了！太厉害！以生命去解。
好刺激哦！对啊，超可怕的。啊，他们这次换比较大的，对啊，换这个比较大的，对吧、啊？那场地其实那个就 Falcon 他会比较多空间可以跑、啊，对吧、啊？哦，不过那猛都咬很紧哦，对吧、啊？他知道、那個、完全不要让对方跑血、啊，对吧、啊？因为他知道确实就是 Falcon 在竞争抢不赢他嘛，对吧、啊？哦、oh! 哦、oh, 这边选哦两次阿贝尔，哎呀好你手酸他那个哦、oh! 看来这个比较好穿这比较好穿刚才 Falcon 最想要的节奏，对、啊、哦猛头刚才tag 到之后选择 往旁边滚，然后那边 Parker 没追到，哎呀呀啊没有中，可是还是一个 day 我虽然是换了一个大，这边换大场地之后 Parker 节奏还放非常快，我就完全没有想要放掉对方一次，好往前丢，哎呀这一个直接近距离发动攻击，对，他刚才对蒙多刚才想要后踢，可是他被 Falcon 踢掉、啊、Oh my god，怎么会用这个 ？Why？ 来，看来换场地对，对，非常真的有有点帮助，有点，因为他相对就要跑去，就很容易很难追那个队长。这边那个跑路卡他用了他的那个，他是利他这边跑路卡他到大场地之后，反而是利用了那个 Mario 的那个。地上速度没有他快，那个就已经不但跑进跑出去抓了破绽了，跟刚才那个 smash 就硬打的那个状况不太一样。哎，这边那个直接被他的 R smash 打出去了。哦，尖撞。现在这个，现在这个局是对蒙多有点不利哦，对这边。虽然是拿了怀，可是还蛮危险的，说真的。队长也是很多杀人工具。对啊，杀人工具很多。对啊。他是一个会在你劣势的时候不断压迫你的角色。猛都已经开始直接拼出去了。哎呦，我刚刚那很危险。刚才跑路卡那边他是很果断，直接从平台上下来要抓，没抓到，可是这个 Falcon Dive 送过去之后，再一个 Nair 把猛都压死了。这是很明显，那个节奏都在跑路卡上。对。对真可怕、啊。这就是应该大家打队长最不想发生的事。对啊。就他这场那个跑路卡的走位就很明显抓着蒙多的步调在跑。对。真的因为上一场两神就让他 smash field 的时候，那空间不太大，跑起来不是那么便利。感觉跑个两段队长的跑。对啊。对啊，那个速度上是这样啊，就真的队长他跑一段，他还等于猫的跑两段的感觉。不过跑路卡还是没有让他背。可能跑路卡自己也是很强，感觉是，我觉得是一个相对下的选择，对吧、啊？因为就是你打 Mario， 你不想要战场，因为你又不想要，你可能也不想要另外一个东西，对吧、啊？所以就，对吧、啊？所以他就放，所以就相对下就放一个有平台的，对，又是对 Falcon 来说可以打的，用难得的攻击。对啊，哦 ，dash attack， 哦，蒙多就知道 dash attack 次数有点多，哦，对吧、啊？感觉还没有完全单落到他的那个 pattern。哦，这边选择直接用 bagger 上来之后还压 down 这边好凶啊！哦，冲过去，哦，不过被 dash 掉了。哦，还好把优势跳起来瘦瘦的。哎呀，哦，蒙多真的很想要来 trump，哦，不过感觉 Paroka 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，对吧、啊？并没有一直中，都没有待在场边待。哎、欸，这被滚到后面丢了。好像刚刚的 DI 有点有一点危险。对啊。哎呀，啊，蒙多的想法是对的，蒙多刚才想法是对，他跳起来那个 bagger 是对的，对吧、啊？只是帕洛卡先按的这么大气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对。那我们把话讲完啊。那两个人打得跟闪电一样。啊，这个被抓了哈！现在蒙多不管怎么样，能打到多好。
对啊，接个稳的东西。努力抢，努力抢，努力抓，努力打。啊，因为这样队长接的比马里奥多太多。对。哦。哦。好 ，jab， dash tap， 火球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，蒙多打得好狠啊！不过那边啊，这个应该没。哎呀，感觉没有必要。其实我觉得刚才第二下你已经没必要了，对对对，没有必要。可是这样，我要确保你死定了。这就是想杀掉对方为止。你知道，就是古代，你知道古代他们宫廷有一种酷刑叫开棺戮尸。开棺酷刑。开棺戮尸。这是什么？就是我把你斩首之后，我还把你的尸体挖出来再砍头。好恐怖，这是什么做法？对啊，要不然死后也不得超。可他哦，这边这个阿贝顺连三下哦，他第最后没有接到，可是好像有痛啊。我的公司一直在起，是吧？打的感觉小场地打的就生龙活虎一样。哎呦，哎呀，很漂亮的，漂亮漂亮，然后直接选择奥斯曼抢快哦，不过这一个差一点点，我的天啊！我把有瑞奇那个死哦哦，选择直接用 full 直接用 full spell 出来，哎，哦哦，抓了一个，对，他抓了一个尖端的高度，大概是怕被打，应该死，没有，哎，往上丢，哦，哎，啊，哎哎，为什么？龙舟刚才这样，啊。没有，因为我本来以为他刚刚出 jab 的时候，照理说他 grab 到，他出 up B， 不过还是收掉了。对啊，他可能是怕那个跑卡用那个 jab 的 mix up， 因为他有时候会，因为有些人有时候他会 jab 两个停再继续那个。可是刚刚那个时候他是。不知道，因为照理说那个是他直接 sugar 是完全安全。对啦，对啊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有打到就好。哎呦！哦，两边又回到了太阳尸体哦。哎呀！哎，刚才那个开场那个火冲好像是失误哦。好，这边这个被 Baker 连续压了三次哦。哎呀，怎么会按到这个？什么？蒙多自己 directional air 到下去了。可能也不要气馁。对，对啊，刚才那个失误很致命哦。对。哦，这个 Baker 又压到了一次，哎，这个 dodge 回来有点危险，不过蒙都没有用最 ultimate 的方式 punish 他哦。Oh my god！ 好 ，back throw， 这个绝对不会死，可是接下来这个手边，哦，哎呦。哎，这一。哎呦！哦，蒙多刚才真的是零接零距离丢了一个火球下来之后，用奥斯曼收掉头，非常大胆哈。照理说那个火球是蛮不安全的，只是跑路卡竟然才吃到了。哦，这个对 ，Bagger Dash 太撞到盾上不安全，被贝尔惩罚了。哎。哦，两次贝尔，哦，不好意思。然后两边下来一回五五波了，五五军师，哎、欸，真的有，已经追回来了。对，五五军师哦，对啊。蒙多长打很凶哦，对啊。我刚刚连续做了几次那个在打在秀上不安全的选项，都被蒙多用阿斯麦惩罚了。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 SGTS。打得好激烈。对啊，而且今天其实蛮多玩家没来，但是 DK 跟他们都没有来比。对啊，其实还有蛮多也是这么强的玩家。对啊，而且今天已经打得蛮精彩的。对啊，其实今天有很多新朋友都厉害耶。哎，蒙多好凶啊，竟然想要用费。
阿 B， 好，往上丢。Oh my god， 这个是啊，这个失误真的是会扼腕的那种哦。我天啊，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，对吧？这个真的不能说这是春节的错，很严重，哇，这失误真的很严重哦。那唐诺卡也不会因为这样子，对。就希望那个不会对蒙，希望那不会对蒙多的 mentality 造成太大影响，对吧？这心态真的是蛮严重的。哎呀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一个 raw 的，一个裸放的 S match 全部收到头了哈。蒙多现在这个打法总给我一种他其实才是自带波导的角色，真的。每次掉一命之后，我下一命回来就更强。下一命使我更强。看不到的 aura。哦，哎呦！我被，哎呦，这个选择斜下滚哦。塔罗卡这边，这个角度很可怕啊！蒙多这边有没有猜对？有。哎，成功放到自己的优势里面，成功放到优势里面，知道怎么抢？怎么抢？哦、oh, ，back air，back air， 对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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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单血太时间够长了，压到，哦，对，没有死，差一点点，可是现在蒙多旁边很危险哦，很危险哦，现在两边这个只要在，感觉这力量是交锋结束了哦，不是，哦，对对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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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这么两下的血，哦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啊！哎，没有死，没有死！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现在大家应该都只想找，现在最恐怖这个，好可现在这个又怎么守？啊！啊！居然是相杀术。